系改变医疗，信仰传承希望，源于对生命健康的执着追求。博科集团一路深耕拓展医疗健康领域，在体外诊断、公共卫生、医疗器械、科学仪器、净化工程、医疗美容、康复养老等领域提供解决方案及系统服务。博科集团正构筑如热带雨林一样的旺盛生命力与生长力，以科技创新为产业赋能，服务于人类健康。本着市场为先导、技术为先锋的初心，博科集团在体外诊断领域探索创新，现已涵盖生化、免疫、分子、POCT 等多个细分门类。目前，集团提供系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系列全自动化学免疫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及配套试剂，全自动酶免工作站、酶标仪、荧光定量 PCR 仪等多种产品，部分产品获得美国 FDA、NSF 认证及欧盟 CE 认证。ISO 9001、ISO 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生化监测实验室于2019年获得 CNAS 体系认可，并在2020年完成检测能力范围的扩项。在 POCT 领域，博科集团完成荧光免疫层析及胶体金免疫层析两大方向的产品布局，其中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为济南市首家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产品，在抗疫行动中，济南博科医学检验实验室积极投入参与，并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世间质量评价活动中连续获得世间质评满分的成绩单，为疫情防控贡献博科力量。博科坚持全场景多产品的发展战略，其中生物安全防护系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医用冷链系列、培养箱系列、消毒灭菌系列、婴儿保育系列、病理和病房系列产品也为广大用户提供一体化场景方案。智慧药房、智慧病区、智慧物流三大模块的医用物资智能设备及软件信息平台，助力新型智慧医疗体系构建。智慧敬配中心模块提高了静脉输液药物的全流程管控和追溯，消毒灭菌产品为消毒供应中心提供全面产品保障，为临床科室提供合格有效的灭菌物品。面对老龄化社会痛点问题，博科积极布局康复养老家庭护理系列产品，氢能项目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让健康轻生活，零碳轻社会，照进现实。在净化工程领域，博科集团定位于满足趋势发展、前瞻性的聚焦医疗新空间，为客户提供全过程工程咨询、工程设计、EPC 总承包的全链条服务，涵盖智慧医院、方舱隔离点、方舱医院等建设，同时生产经营医用方舱、净化空调、净化板等净化产品及配件。目前，博科集团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医用方舱生产基地之一，作为医疗新基建的重要部分，未来将有无限潜力。在医疗美容领域，博科集团紧跟市场需求，聚焦人类美丽事业，从日常全系列护肤产品、皮肤管理、深研肌理，到中医康养调理身体，努力打造由内而外的美学新时代。让美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博科美丽中心获批成立枣庄市医疗美容材料重点实验室，与多家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并成为山东省化妆品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积极参与多项化妆品标准修订，为规范行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在科研方面，与齐鲁工业大学深度合作，共同研发了中药舒敏的化妆品原料，并取得发明专利。拓展创新，坚持质量为本，是博科美丽中心一直的信念，未来必征途辉煌。在山东省人民政府支持下，博科集团正和政、产、学、研、经、服、用创
创新创业七要素，牵头成立山东省生物诊断分析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共创、共建、共商、共治、共赢、共生，高度重视人才赋能，实行引育用流、凝智聚才的机制，汇聚数百名科学家及行业精英，蓄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砥砺征程20余载，博科集团现有员工6000余人，拥有31大产业园区，产品销往全球190余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全球数万家医疗机构。时至今日，欧莱博凭因智能制造产业园、博科国际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博科郓城医疗器械产业园、博科海南总部、博科美国总部等园区正如火如荼地生产和建设中，每一步成长皆为心中蓝图，每一次蝶变皆是不忘初心。此刻博科已成为行业领先的产业集团为目标，始终坚持博才众长、科技创新的企业理念，爱党爱国，以奋斗者为根本，以客户为中心，在促进人类健康伟大事业的奋斗历程中而不懈努力。